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为基督里我的盼望，是我命光，是个力量。这房角是稳固刚强，不怕猛烈干旱巨浪。何等慈爱，何等平安，去走惧怕，平息征战。我的安慰，我的一切，基督爱中屹立不摇。唯有基督肉身前来，丰富之身卑微婴孩，爱和公义赐予万代，为救罪人却被轻看。直到十字架带罪受死，笑逐天怒，成全神旨。重罪悬打与他同埋，我或因主牺牲大爱。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是罪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身躯坟墓同我，世界之光黑暗吞没，荣耀之尘大光冲破，从坟墓里他已复活。战胜死权，辉煌成就，死亡渡过，他属于我，因主宝血已救赎我。胜过罪恶，不畏死力，基督大能在我身里，送我出世，直到历史，耶稣之意是我坚立，地狱无法，人魔无能，灵神的爱与我离分，直到出来我全家门，因主大能。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